营业典礼是在今天上午在金城镇公所二楼举行的，由金城县党部主任委员胡世元主持。到了金城各界首长、来宾以及缝纫班全体学员100多人。胡主任委员首先在典礼中颁发了学业证书和颁奖给成绩优良的黄布冠等7位学员，然后致辞勉励全体结业学员，我把所学到的技艺和心得贡献给社会。